哎，姑娘，姑娘，坐这儿，坐这儿，坐这儿。哎呀，哎呀，大哥，314是从这儿上车不？不到。哎，这有人坐没，大哥？不到。坐会儿啊，太累了，这家，这一天给我累的。我得走了，叔叔。你的东西掉了。哎呀，谢谢啊，孩子，这是叔叔一年打工挣的50000块钱呢，这太谢谢了。哎，啊，我是他爸爸。哎呀，大哥，感谢呀，这好孩子。那啥，大哥不多说了，我这边那啥赶车的啊，谢谢啊，孩子，谢谢啊。叔叔再见。哎，再见再见。再什么见呢？你坐这儿。50000块钱呢，你爸我得挣多长时间呢？怎么给还回去了呢？爸爸，老师说过，要拾金不昧，捡到东西要还给人家。老师说，老师说，我不给你交学费，老师能跟你说吗？听爸说，以后捡着东西啊，拿回家再说，你记住没？记住了，爸爸。坐着吧。哎呀。各位送亲友的同志，请您离开车厢。到家来电话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干啥去？爸爸，老师说过要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，那位爷爷都摔倒了。你们老师怎么又说了呢？哎呦，看爸的。哎，小伙子，拉大爷一把呗。大爷，我扶你行啊，没别意思，问3个问题啊。大爷，你叫什么名儿？哎呀，我叫齐小彪。名儿还挺炫，脑袋没摔糊涂哈。大爷，第二个问题啊，那个你儿女做什么工作的？收入怎么样？哎呀，不用他们管，我有医保。大爷一瞅就明白人哈。大爷，第3个问题啊，那个你这摔倒，自己摔倒跟我没关系吧？哎呀，我自己摔的跟你没关系，你就不能扶我一下吗？啊，爷爷。哎。爷爷，你快起来吧，爷爷。哎呦，谢谢啊，孩子。哎呀，现在呀，还是好人多呀。哎，大爷，哎，大爷，我是他爸爸。他爸爸？那谁信呢？你这老头儿，哎，姑娘，你看着没？爸爸刚才那一经过都录下来了，他就不能讹人了，知道不？哎呀妈呀！知道了。这年头，7023460，爸爸，我们是要上车了吗？走走，回家。票哪去了？票哪去了？票哪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哎呀呀呀呀，哎呀，磕麻筋了，姑娘，快扶爸一把。爸爸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爸爸，我要问你3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爸爸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你爹，我叫罗大炮。名字还挺炫，脑袋没摔坏。爸爸，我还要问你第2个问题，你儿女是做什么工作的？他们收入是多少？哎呀，你爸有医保。爸爸一看就是明白人儿。爸爸，第3个问题，你摔倒和我没有关系吧？没关系，是我自己卡倒的。这样爸爸就不会讹我了。爸爸，爸爸。哎呀妈！快走快走快走，走票，票呢？完了，车开了，车开票没了，回家吧，你妈这不得收拾我吗？爸爸，我们是要回家了吗？回家呀。爸爸，你看车票在这儿呢。不是你这孩子怎么还藏票呢？爸爸，你不是说过吗？捡到东西要回家再说。你这还怎么这样呢？你怎么这样呢？我怎……爸爸，是我又做错了吗？孩子，是爸爸错了。